左边这个管子这个地方它会有墨下来，左边这个，嗯，然后我们这边把它拔掉，拔掉，拔掉之后接一根管子上去，接一根管子上去之后这一端就会有墨流出。长按设备相关，然后49881111，四个一，然后 OK， 然后这边我们这个齿轮泵输200，然后按 OK， 然后开阀一，我这边哦，这一端就会有墨流出来，拿出来以后倒着放，这个，把这个里面的。剩下的给它挤出来，挤出来之后倒掉，就是这边排空嘛，已经空了，然后也用这个东西给它抽干了，抽干了之后看这边也已经没有那个墨水流出来了，那之后我们就直接退出那个工厂模式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往里面倒这个清洗剂，倒满，两边都要倒满，这边也要倒，倒满之后点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就是灰色的嘛，要把它按成黑色的，输200或者246都可以。然后这边灌满之后点公墨，让它运行起来，然后停墨，运行一段时间停墨，然后更换这两个零，然后循环先前那个操作，通完就灌，通完就灌。498，好，幺二幺二二十五。